哎，你好，阮遮派出所啦，啊，做问一下吼，你有请恁囝遐一笔，八十几万的钱吗？有吗？无哦。哦，啊，你即摆伫倒位？哦，啊，你有法度来阮莺歌区的这莺歌邮局家吗？诶，中正一路莺歌有几家？会当来一抓吗？因为恁囝伫遮领钱啊。系啊，领一笔足大笔的，八十几万的。系啊。啊，你有法度来一个吗？请你来确认一下，确定一下是安怎的状况。